呦呼呼呀，一起来跳舞啊！这个动作太帅了。牛年改呀，得到热，一二三 ，one two three， 大年初一，新年快乐！恭喜发财，用户向前走。哇，可以讲我们的独人改要 Day Direct 的新春特备呢，是由 Foodpanda 为你荣誉呈现呐、啊。佳节期间使用 Foodpanda Apps 的各种功能呢，让你不用出门都可以虎年大爆福。即使你出门都好呢，都可以很省钱又很省时的哦。嗯、因为这个 Foodpanda App 里面哈、哦，真的是有很多的优惠呀、啊，还有好康等着你啊。哎，你知道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？我知道啊。然后全马最大的庙宇之一，也就是 City我们的大伯公庙啊！哎呦，你看这些雕像，多么的壮观！真的，而且你看看对面是什么？大海呀，大海！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在这里呢玩 Treasure Hunt。哎，不过你不会觉得那个太阳很晒吗？啊，你有没有带什么防晒油？没有啊。维他命 C 水呢？这样喝了才不会中暑吗？都没有啊。啊，导演可以帮我们买吗？哎呀，我不要烦导演啊，导演很忙的，你看他们忙到现在都没有休息过，用自己的手机 app 嘛。啊，现在 Foodpanda App 里面的这个 Panda Mart 很方便呢，你知道吗？是的，我有 Panda Mart 的咩？有啦，八点多就有了啦，快点点啊！你要什么？你不觉得？哎呀，看公司了吗？啊，这里啊，啊 ，skincare， 你在哪到哪里？OK， 25分钟。OK， 我们趁这个时间就玩个热身游戏喽。等一下。我们的嘉宾还没有请哦，继续找他们呢。走。Dream Gaya Data 呢？一二三 ，One Two Show， 欢迎我们的嘉宾。一二三，子徐凯。还有谁？哎，我是 Ash。哇，怎样讲？两位都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，这样子啊？开心吗？开心又紧张，感觉自己身负重任这样子、啊。怎么嘞？就是等一下会有那些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参与嘛，就很想要帮他们，就是赢一些红包钱回去过年这样子。有压力的，赢就赢，输就输了。因为通常我们的嘉宾来上节目，他们都是讲哈，原来红包不是给我们的啊。那Riaya呢，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，我其实也不懂要期待什么东西。来带一个非常不懂要期待什么东西。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我们待会要做什么东西。你就来这边玩就对了，就玩就对了。而且我们的游戏都是很简单，很简单啊。OK。哎，我们有个很重要任务，拜年。对啊，大年初一没有拜年了呢。来，雨拉雅先。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，发啦，兴啊，旺啊，旺啊，很好，让大家新年快乐，对不对啊？是。我很简单啊，我就是祝大家今年啊虎年行大运，然后最重要是身体健康，然后就让大家爹打人红红红红。耶、yeah. ，很好啊，我更简单了，我要大家开心跟健康就好了。我更简单，我要大家什么都好。哇，包大料。所以我们现在玩一个热身游戏，而且呢是一个。尝试抢答题啊。是，然后我们要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。耶、yeah.。观众朋友，噼里啪啦问到底，节目组将发问十道问题，两组人进行抢答，答对最多的组合为赢家。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，新年快乐啊，两位！来，怎么称呼你啊？哦，我叫汉毅。汉毅，汉毅是哪里人？来自那个爱大华。爱大华，这位小姐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Sharon。Sharon 来自哪里？也是来自爱大华。你们认识的吗？我的弟弟。Oh, 这么巧。OK， 好，我们马上进行我们抢答。OK， 来第一道题，请说出 City One 文明的土产是什么？快点按吗？去抢答吗？光饼。耶、yeah. ！我跟你讲，这光饼哈很妙的，它如果你新鲜出炉吃哈是很脆啊，比较软。可是我比较喜欢放在那个 freezer 过后，隔天才再烘来吃，它会更有嚼劲。好，来下一题啊，来，我们的新年虎年的 slogan 是什么？快！什么？虎年大爆福。虎年大爆福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呢，就是希望大家在虎年呢，可以有一个很不一样、非同凡响的新年，暴旺暴福，暴福又暴旺啊！哇 ，amazing！ 请问以下的纯连填适当的两个字：爆竹声声虎天同庆，金鼓咚。
咚咚啊！确定？筋骨就咚咚呢？筋骨当当，筋骨锵锵，筋骨咚咚咚咚锵。你觉得是哪一个？哎，你音乐系的嘞？筋骨是什么？鼓啊，那个 drama 是不是 drama 哈？咚咚哦，咚咚是不是？咚咚，耶！副本的 apps 里面的三个功能。Food Up、Panda Mart、Panda Pro 还有 Food Delivery。讲到这个Panda Pro 的话呢，就是如果你 subscribe 成为他们这个Panda Pro 的话哈，就可以享有每个月一些独特的优惠，包括说免邮嘛，对不对？还有或者是呢，如果你是突然间想要 cancel order 的话呢，也不会有 extra charge。嗯，真的非常棒，赶快 subscribe 哈！今年的除夕在星期几？星期三。星期五。星期一。对啊。请说出 Panda Mart 和 Shop 的分别。 Shop 呢就是有不一样的商店和商家，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呢就是挑选你要的货品，然后 Rider 就会帮你去选货品了，采购了然后再送给你。 Panda Mart 呢就是Food Panda 他们自己的那个自营品牌，然后里面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杂货啊，生鲜杂货，然后你买了 Rider 再帮你送过去，对吗？除夕夜守岁原本的是什么意思？ A 因为睡不着， B 因为要守住压岁钱， C 因为可以帮长辈接受， D 不要算太岁。快点，什么？刚刚 Orange 已经给我那个 hint 了，应该是 C 啊。啊，对吗？因为可以帮长辈添寿，是。哎呀，守岁，因为每次他们不是讲除夕要熬夜，这个熬夜呢是特别有意义的，跟平常不一样了。平时熬夜哦是作贱，可是就是伤害身体。可是除夕不一样，你守岁就是帮自己的长辈祈福，希望他们长命百岁。啊，副班长吉祥物叫什么名字？哇，我们紧张到连那个叮咚按那鸟，来，请回答。泡泡。哇，对了，泡泡，那泡泡呢，就是 Food Panda 的吉祥物啦。那么讲到吃的话呢，他最懂的了。是，他大街小巷啊，哦，隆隆啦啦有好吃的啊，他都会知道的。所以，如果你要找吃的话，就要找泡泡，还有 Food Panda。耶，谢谢。哇，我很久没有看到轮盘了哎。真的，很开心。哎，不过呢，在转轮盘之前呢，我们先跟你讲一下，刚才我们赢，对不对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整个 Treasure Hunt 哦，可以扣三分钟。就在节目尾声的时候，你的总时间可以扣三分钟。对。哎呀，很长耶！我想追哦。你早讲，我刚才就努力一点了。哎呀，没有的，在早知道的啦。来来来，我们请我们的赢家，我们的小姐姐来转一下轮盘。你帮她转。我帮你转。最少都有六十八。一六哎六，恭喜你耶！也很好啦，也很好，没关系。那这个幸福安康向前走啊！谢谢你，加油！你要转一下吗？啊，真的。啊，除了一六八之外，已经不可以了。OK， 如果你是转到这个的话呢，你就是拿原本的将近三十八令吉。OK， 好来。一二八，一二八，一二八。哎。是真的吗？所以是一二八吗？是最有浪的两个。哎，真的一二八耶！哎，棒棒的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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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有想到我们这个热身赛就送这样多的红包出去了，虎年行大运了，真的大行大运呢！等一下，我们也只是一个热身赛罢了，我们才要正式开始我们的 Treasure Hunt。嗨，恭喜发财啊！恭喜发财 ，Yeah， thank you。哎，感谢我人红包啦，又说高运到，又说高运哦，帮你包起红包哦。你要帮我宣传咩？哎呀，恭喜发财 ！Thank you，thank you。OK。哇，真的很快耶！所以我讲咯，有时候来到小地方啊，怕交通不便，对不对？不用怕的，你可以透过呢 ，Food Panda 还有 Panda 妈的 service 购买啊。OK， 可能可以买到土产哦。是啊，你看有没有？加进去。哎，可能有哎呀！哎，不用坐上我们。对哦，快点，我们嘉宾等我们走走，等一下才买啊。对啊，该要在啥嘞？寻宝游戏要开始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找到一个精英帮我们呢。弟弟，怎么弟弟啊？哥哥，大哥，你一定要赢，你知道吗？走。应该可以啦、yeah。 欸。可是你叫什么名？我叫永发。永发，永发，你知道吗？阿焕。哦，永远都这样画的。大家都画啊。
好，我们这位弟弟你叫什么名？嘉全。嘉全，嘉全，你有没有信心？你熟不熟这里？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我是本地人了。很好，你找到本地人，你赢了了，这样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我们赢了的话，哈，如果我们赢了的话，我们分你一点点，那你帮他们输。什么来的？你们 under table 也不是在台面上的吧？ OK， 好了，那各自都有自己的线索啦。然后呢，因为刚刚你们赢了嘛，所以等一下 at the end 那个总数你可以扣三分钟。好，我们去另外一边商讨。快点哦！商议开始。From 来，我们第一个线索，紧张来，大哥，这个叫十二，周末给我一个十二，周末没有了，没有了哦。哎，真的只有一个十，过年一定是十二生肖啦。就打生猪，这样快了呢，好聪明耶！这里会有那个石像，然后后面吧，你是游客哦。走，看到大海的城门上去那里啊？那城门哦，城门就是是吧？这个是类似万里长城算吗？你带我们去啊，带我们去啊！哎，我们走慢一点啊，人老了，人累，年初一不要这样赶。我们很厉害耶，一想就想到是十二生肖了啊！因为我家附近有这样子的神庙，然后它通常都会有十二个生肖这样子摆齐出来，所以我到了，这里到了，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，每一组分别获得十二张年份卡，需依据该年份的生肖放在相对的生肖雕像上。八三年是我哥哥属猪，Yeah. 八五年是我属牛，六六我不懂，六三我不懂，这些全部我都不懂。八四是老鼠，我知道，所以我就把我懂得先连起来先了哈。2022是虎对男，我给你一粒，你连在后面去粘虎。谢谢。然后我粘这个。哎，你刚才就讲这几好吃啊？最近也不错。哦，前面也是有。前面对面还有人。哦，等一下我们玩完的时候我们就来吃。哎，这边冰，上桥吗？还是？这边上桥，你看得到算大海方向。OK， 拿到了啦，这里啦，你看我们的 crew 在这边呢。OK， 新年拜年去，组员需依据卡上的提示找到相关的地点，并寻找一起合照的神像。我们是这些神像吗？我哪里好讲？哪个神像要跟我合照哦？它应该是有一个神像是可以专门合照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样子的东西？那 sophistic， 不是吧？怎么会有想要跟我们合照的神像呢？可能那个动作是这样子，或者是比个耶，或者是这样啊，这样子。还是这个？哎，这个好像比……不是吧？2000年是龙吗？啊，鼠牛虎兔龙鼠哦。这2016是鼠哦，鼠有了啊，鼠有了吗？这个是加多两年呐、啊，你会数学吗？2020不是2000是龙哦，2000啊，然后加十二是多少？2012是龙，鼠龙的各两年是什么？蛇马，蛇马马哦马来的，这个马有了哦。不可能，那你们算错嘛？2012是龙，2016是个四年呢。啊？不是，2012是猴。是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啊，猴咯！哎，我以为加两年吧，我什么数学啊？我算了半天呐、啊，这个猴啊，猴哥保佑啊！我知道了啦，就是前面那一个吗？不是吗？等一下，你看啊，他们前面有放了一个优虎，优虎也是我们吉祥物来的，所以我们是要自己拍立得啊。哦，就是我们一起哦，跟这个神像有优虎啊，来啊，全，嗯，一起来，来，这样你在中间呢，一二三 ，OK，Yes， 你们这里真正的任务就是要装这一条，猪家里多少个果酱，我就知道，呀，刚才怎么算上去啊？我和你一起从这边算起，可以。然后嘉轩，你帮我们从这边啊 ，OK 啊 ，OK，OK， 等一下见。一、两个。哎，这个算三个还是四个？三个，一个三。我没有讲慢过。九。还有三个，五三跟五八。六是你看啊，我是牛嘛，对不对？牛是八五。这个八六，那个八七，兔子是八七，八七再扣十二是多少？七五，七五再扣十二，七五扣十二，六三是这个了，七，这个是牛虎兔是兔兔兔兔，对，这个是兔是对的，啊，五三跟五八，五三跟五八，通常都是小的在前面，大的在后面的吗？五三是蛇，
对哦，一定是这样的吗？小的在前面，大的在后面的吗？对不对？对，不一定的，不一定的，一定啊，一定啊，一定啊，你跟我讲，一定啊，骗我。啊，午餐是蛇，然后剩下一个狗，这样我们就完了哦。OK， 十二题对完了，你快吗？我们快吗？算快吗？厉害啊！你称赞我啊！OK， 好，来下一个 clue 哈，我们看一下，公公和大哥祝你一生平安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你看啊，他的公公和大哥是谁？是黄红色的呀，红色的意思，我们读红色吧。重点哦，公公的大哥平安情人，什么鬼？那边有一个平安桥，有一个情人桥，可是公公的大哥我就不是。公公大哥不是大伯咯？公公是大伯公那边 OK， 大伯公平安跟情人，所以那个桥，情人桥跟平安桥。也是大包公，好，我们已经知道线索了。十六个，我们这边有十六个，这边二十二，三十八，尊，38，答案是不是38 ？Yes， 第一任务成功。在这个庙宇最多树的地方，庙宇里面啊，没有中央城外啊，最多树的地方是哪里？那后面啊，看到那一排树，应该就是那一边吧。哦 ，OK，Let's go。哇，这边好像仙境哎，感觉这边要拍新年 MV 这样子啊。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。就是恭喜恭喜 ，OK， 来 ，OK， 找来看，到底我们要找什么？十八罗汉猜一猜，依据板上的每一项描述，填上相对应的罗汉尊者，准确完成即过关。来，这个是，我们一个一个来哈，慢慢来比较快。这个是伏虎罗汉，我们就找看有没有虎字啊。尊者所住的寺庙外经常有猛虎因肚子饿长啸，尊者把自己的饭食分给了这只老虎，时间一长，猛虎就被他降服了。肯定是这个了。来，伏虎罗汉，你怎么写大改呀 ？All right， again， 啊，那个我看到降龙罗汉，那外面那个算这个是吗？看门罗汉就是这个吧？看门罗汉就是他了，来。这边对是吗？是哦，就是看门罗汉啊。看门罗汉来 ，OK。因为他这边写，看门罗汉挥舞标杆，警觉凝视，禅杖在握，啊、yes. ，勇志邪魔 ，OK。Yes。啊，这个，等一下，这个被炒遮住了。是什么？地藏宝塔，佛法通灵，威而不怒，道行超全。好，来到这条桥，情人桥吗？情人桥咯，那个是平安桥吗？可是在这里，大伯公喂，那边还有一个东西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这边还有一条桥吗？大伯公桥。OK， 我们是来对地方了的，一定对的。这我们要做什么？九五搭八新年祝贺语，三位主员需站在不一样的桥上，第一位在看了题目后画在板子上，第二位需比手画脚的方式传达，让第三位组员猜出正确的答案，答对六题即能通关。你讲画东西我很在行了，我很有信心啊，难不倒我了， come on。哇，前面那两个字讲话哦，就这样啊，哟吼，新年贺词有关、向前走。喂 ，Yes， 恭喜，几个字的？四个字，蛇鱼。什么什么鱼？年年有鱼。他答对了喂 ，Amazing， 耶、！这可以了吗？哟，新年贺词。平常讲的，向前走。哎，几个字？四个字。好，恭喜，对吗？恭喜，恭喜发财。溜溜大顺了吗？六通。他应该知道了。哎呀哟，我知道你是很聪明的人了。新年贺词多少个点？三个。十六。OK, I get you。向前走，四个字，
六，六六大顺。哦，我的 partner 真的很厉害，比手画脚，一比就会啊。还有三个，还有三个，这个，双手举起来啊。这是什么？打嗝。打嗝。打奏完，双手举起。伸手。长呼一个，探手，探手罗汉，探手提手旁，探手罗汉。探。OK，我们还有两个，伸腹筋卷东渡船筋。是这个吗？身负过江罗汉，过江应该是咯。你看他用什么跋山涉水的，普渡众生，过江罗汉。汉完了，完了 ，bingo， 对了吗？全部对了吗？耶，头重有八笔，这边有许愿词嘛？前面 ，let's go， 走。杨讲话呀，杨讲话，哟。前面两个字很重要，向前走，十个字一样，一和二，牛牛，兔，龙，羊，羊，一和二都是羊，洋洋得意。这么你刚才最后那个你不会比有胡子嘞？有道理啊，你画胡子。羊跟牛的分别是有胡子吗？看到大海的城门上，看到大海的城门上，大门面，因为它是面向海嘛。Yes， 过去看吗 ？OK， 我们过去看，走快点。哇，这边的雕像很美嘞，你看。哇。我们真的到了大海了耶！大海呀，大海！这样多个神像，哪一个才是哦？哎，他们去哪里了？他们第几站了？他们在数那个像。哪里？他们在数那个神像。哦，对，我们在那边。OK， 有钱币的地方。这个吗？这个吧。这个。马道工程。啊哈。里面有个钟，我知道这边有放一个 camera， 你看到 GoPro 塞在里面吗？这样就是了。所以是叫丢钟吗？金光闪闪，财源滚滚，把手上的钱币投进相对的地方，成功投进八个金币即成功通关。八这里面丢啊，哎，这边有红线。红线啊，好远啊。OK。哎呦。咚。OK，next。Nope. 哎，哦，差一点，加油，加啊，差一点，算了，丢进去吧，我。哦，丢进去就算了。丢进去，哎，这样我们家有劲哎。我们每一个人丢三次吧，这样子就有那个 momentum。因为丢了第一次可能还没有那个感觉。Okay, ready? Yes. Nope. 差一点。Nope. 再多一点，越丢越远。Nope， 加油加油！哎，我完了，没有了。Nope， 高点。哦，几粒了？失利，还是加油，我这边还有力。Nope， 哎呦，差一点点，就高点。Nope， 哎呦，真的没有这样容易。哦，五粒。Nope， 哇，真的好难哦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哦，掉出来，可以，掉出来，就是我们的浪来的。六，完美典范。OK， 再来一次，完美典范。Yes， 你要讲，你要喊的，完美典范喊出来。完美典范。哇，你看，是这个、啊？是这个是吗？这个手拿，这个可以吗？哎，这个可以，真的可以。哎，这个手也是可以哎，塞下去。对了，我们跟他小费。而且下面还有一个相机，哎，我们想多了吧 ？Hello， 这个也是可以自拍的吗？不用放这个了，这个他手拿到吗？这样啊？这周末一定是他，不可以他呢？哦，我们看不到呢。优酷 ，Hello， 优酷，优酷要跟我们合照，一个人拿着优酷，来，我们在后面，我们四个。哎，摆 pose 了的，我摆了，哎，出来了，有啦，我面目全非了，你的脸很可怕，耶 ，OK， 来送给你，还没有完，还有什么任务？这一派有多少个神像？这个是这边的问的问题，
画两个号。这样我们去数咯，这个是一来的 ，OK？ 你那边数了多少个开始的？那边开始数啊？你从这边一开始啊，这个是我的一，这个是不是我的一？是 ，OK。啊，这样我去那边数过来了哈。啊，这样我在这里等你们哦。好了，这样这边交给你啊，这个重任 ，OK。一、二、五、三、十、七、八、十、十五，刚才是从哪一个？这里啦哈，十五 ，OK。哟呼，二十三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你累了对吧？要睡觉了吗？哎哎呀，哎哎呀！从这个开始数到最后尾端是十五个。我跟你讲，我从这个开始第一个嘛，刚才讲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第一个到 N 呢，大概有二十三。我先把我的二十三加你的多少？十五。二三十五就三十八。对了，耶！哟呼，你很棒啊！真的，你很棒啊！来了，在这个庙宇里面最多树的地方，在这个庙里一眼望去 ，OK， 我们走前去看一下，灯树算不算 ？Oh my goodness， 后悔选花了，我觉得他们猜不到，笑了，哟呼，几个字？四个字，新年祝贺语，新年快乐。向前走，四个字，这是第一个字啊！你有看到他画什么？你比好了喂，你敢讲？你比什么脚喂？爱心，人，心想事成，人见人爱。我猜不到啊，喂喂，怎么会有人？新年快乐，怎么会有人？我跟阿全换位是因为哦，他可能没有办法欣赏 Uraya 的画，我看一下我可以不可以欣赏，然后我比出来给他看，画美一点啊 Uraya。 哟呼，哇，门来的，门，四个字都是门啊，这是第几个字？第四个字，门啊，五福临门。向前走，五门，第二个字，一，不要一，不，五步，第三个字，五步临门啊，五步临门，对，这边的这个挡住了我，什么字来的？他画圆的方法与众不同，是这个，哦，画圆，对对对，是他有的啦，与。雨波，哦，举，因为它是繁体字，因为我不会看繁体字，哦，我是简体字人来的。可是我小时候也是有看报纸的，报纸是繁体字的吗？报纸，对啊，一看就是没有看报纸。沉思，沉思罗汉，沉思冥想，有在沉思中悟透一切。你看样子几慈祥，沉思。还有这边，你看这个什么？路，有路。歧路，我们一开始去找的。歧路罗汉。路，后面还有一个。开心罗汉，有开心的字，开心坚果，是他了，还有最后一个无量寿佛，哟呼，啊和，阖家平安，啊和，阖家爱，阖家心，阖家。阖家幸福，这是什么祝贺语哦？这是名字。向前走，第一个字。和。第二个字是。家。啊。第五个字是。幸福。阖家幸福。Yes。钱。财源广进。向前走。第二个字哦。财源广进，可以啊，走，哒哒哒哒，好，我们
要争取时间了啊，因为吼，我听他们讲哦，他们已经是也是跟我们一样嘞，第五个了，而且他们还减三分钟，头中有宝币，头中有宝币的意思，所以我们要投钱。哦，知道知道，许愿池，很多人那边水愿水愿啊，很多人去水愿的，水愿呐，去水愿就对了啊。快点，我要吃浮肿面线。这个这个啊，钱啊，是蛇神教，蛇神教，手五 ，OK， 蛇神教哦，鼠，九五年是，九五年，我知道，九五年，快快快快，猪的，属猪的，猪啊，最后就猪在最后，猪在最后，那我自己的年份拿去填。你年什么年啊？2002。马，2021是牛，2020是鼠，2019是猪，狗，狗，可以两个一起贴吗？啊，不用贴，放字条。不能两个一起贴。没有两个人吗？没有。60是错了。不是，叫我们错离谱啊！我前面怎么办？安哥，安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1960年是属什么的？狗是70，然后你再扣多十二分效吗？五八，60应该是属啊。OK， 属。像刚才这个99年呢？我是猪，4年后是什么？猪四年是猪，对吧？蛇，然后这个就是啊鼠，应该这个1977是蛇。哎呦，这花很多时间呢。不要动，不要动。这个范围看起来好像给人家投东西，你看投中你就被波比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还不是你。 OK， 来了。对对对，确定是这个地方吗？耶。 No， 你觉得可以吗？我觉得可以，再小力一点就进了。你是讲这个钱再小力一点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是一个好像许愿一样的，你要许那个愿才有那个力量的。一二三，他这样子讲到我很压力啊！等下我没有进的话，我的愿不是不会实现。进那个洞，有进洞了，我很大。还要进那个小的洞，不是那个大的洞。哦，是这样啦啊，好像玩的大是这样啊。有，不能呢喂，我们刚刚都是这样子丢，我们现在往外抛哎，你是来抛，是这样抛，来抛抛，找对那个抛弧先，抛抛。有。怎么怎么更难更难啊？所以是我的设计问题还是你的问题？你的设计问题。什么什么头比较容易啊？或者弹呢？弹会不会更容易？你试试看，你别来试试看。我是这样弹啊，可是这个，所以如果我中了的话，我可以去练弹指神功啊。事实证明是不可以的。不可以，不用惊。现在你的惩罚是被我们所有人弹你一下。像这一个是牛吗？剩一个牛。OK， 1989是什么？1989是猪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。蛇，如果倒退10年，嗯，我不会啊，我数学很差，我不会算哦。对吧？对啊。放吧，不用想那么多，放弃。好了，回去，跑回去啊！不要完成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啊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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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。狠狠，可以，狠狠，狠狠，我相信你，狠狠啊，狠狠啊，狠狠去，狠狠，不要，这个可以，你叮一声呢 ？No， 哎呀，我问你故意丢出来的是吧？对 ，No，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飞秀有问题耶，因为它反光，他们刚才有带吗？有。Nope， 这么只会歪一边的，叫我过来一点哦。Nope， 哦，当一声鸟啊，四个，五个，对哦，对哦，继续，六，六了，六了，六了，哎，好像我玩完这样哎，六了啊，撑撑那个塞，七，还有啊，好，给来，很快啊，我要过关了，八。八了啊！耶！我们八是吗？我还有两个来。哟吼！我们来啦！这个是我们的，看一下是吗？
经历过千山万水，我们终于过关。你们到底多少分钟？你多少啊？我们就是一个小时二十二分十五秒，看到吗？八十分钟十二秒，耶！你浪费时间在哪里？没有，就是有一个地方不是那个头重有波比的咯。那个我们，那个我们也是。没有，不过我们觉得最吃时间的地方就是哪里啊？也是头。我觉得也是那个投钱的那个地方。哦。因为太难了，要投中那个洞洞里面。对。还有一个。我们那个画画的。画画也花了一点时间。OK 啦，来来来来来，赢得有大红包，有一百。二十八令吉，来来，恭喜你！那我们这边也是有个小红包，再加上也会送你这一个我们优酷的这个四层口罩，还有这个红包袋。OK， 谢谢大家，我们要赶快进入我们的 bingo 环节。Bingo 六六六，两位挑战者用一到六的号码分别填满二十五个格子，每一组轮流投骰子，根据骰子的点数去掉板上的号码，以此类推，最快完成五条 Bingo 的挑战者为赢家。六六六，加油！谢大家 ，Bingo 六六六，哟呼！来到我们今天大年初一的节目的尾声了啦，两个妹妹看到你们好像不怎么会玩这个 Bingo 六六六，所以。Ash 还有 Uriah， 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帮他们赢钱吧 ？OK， 然后他们就负责丢骰子。OK， 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要你们填上一到六的号码，填满整个二十五个格子啊。来，来，我们要稳赌送了 ，Olin， 他们也是不会怎样稳赌送的啦。我们来。好 ，one two three， 好，我们先来三。二一来，妹妹丢，什么号码？三三号，你各一个三，一个吧，还是一个一个，各一个吧。好，到你丢，一个吧。对啊 ，OK， 一个一个吗？六六六六，哎，你完全没有写六，他没有写六啊。我要 bingo 了，他帮你写什么？我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砸了。Oh my goodness！ 不是不是这样这样，我还以为全部都各。没有没有，因为 Uriah 呢，他没有玩过 Wonder Zone， 他也不知道骰子是有一到六。他还讲 Bingo 代表学校。Oh my god！ 祝福你们呢。OK， 接下来继续来，妹妹，到你丢。我刚也没有发现呢。一号，我们只可以骑。哎，很顺利哦，我们到你。一号，六个。啊，妹妹，啊、来大妹妹，千万不要丢到六，拜托。OK， 二号，到你，妹妹。哎，五号 ，OK， 来到你。又是五号，一条线就赢了。来四号，哎，一条线，一条线，来，妹妹继续。什么号码？三号。你喜欢那位？OK， 到你丢，古挂爆啊！不要六，不要六，哎，四号，四号啊，你就 OK 啦，一样啊，一样。OK， 来到妹妹继续，不一样，这边。二号，啊，对对对对对啊，到你妹妹 ，OK， 列，不要，二号 ，OK， 来妹妹，来妹妹继续，不要六，三号，古挂爆一样的啦，来再丢 ，OK， 到你。哇，丢量高啊！五号，这边就第二条了。啊，这样快 ？OK， 妹妹到你继续。他两条。一号，耶，我们也是有两条了。他们三条了哎。这么就快了 ？OK， 四号，只有一个包，是不是？对对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再试。妹妹让你丢。哇，三一有吗？有吗？有咩？有啊，个包啊。OK， 来到你。OK， 四四六号。妹妹丢了。耶，我们三条线了，来，妹妹到你。妹妹丢。四二号。哎，哥，对，真的这边。四条了。OK， 到你了，妹妹，我们差不多赢了，妹妹。四号。快快点。Bingo！ 快点，来。Bingo！ 六六六。Yahoo！ Yahoo！OK， 来。Yeah！
好，现在非常恭喜妹妹，来给个红包，来这个给你，不用紧的，你们两个是姐妹还妹妹，你妹妹爱的这个。不用紧啦，他跟你分咯，谢谢啦。这个输的你就自己拿，你多一点。OK， 谢谢你，耶，耶。没有想到我们在几个小时里面就好像玩了整年这样哦。因为这只汉真的很久没有玩了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哦，除了是可以玩得很尽兴之外呢，当然呢，我们刚才也帮那些民众啊赢了红包，我们也很开心。而且呢，通过这一次的这个玩游戏，我也更认识我们的Uriah。Uriah， 因为一直以来我都以为他是那种帅气，然后就是那种很典型的，后来刚玩游戏，我觉得他也是呆萌型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哦。然后最后有什么话想要跟观众说吗？在这里嘞也是一样，祝大家新年快乐啦，然后最重要是身体健康，我觉得特别是那个疫情的期间哈，我们两年多每个人都是蛮煎熬的，然后就记得要好好照顾身体啊，然后出道去外面要遵守 SOP。 这样你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 Durian Garden Darren 玩过后的感想是什么？很热不过很开心啦，其实热也是好的，对身体好哈。 Uriah 嘞，跟 Ash 一样啦，很开心能够为大家赢那些红包。你有什么话想要对观众朋友们说的？想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行大运。好了，非常谢谢两位嘉宾，谢谢你们哦。谢谢。当然呢，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的 Durian Garden Direct 啦。那我们 Durian Garden Direct 的新春特备呢，是由 Foodpanda 为你荣誉呈现。是的，新年期间记得也要精明消费哦，要使用 Foodpanda App， 功能很多又方便，而家人团聚怎么少得了 Foodpanda？对呀，最后呢，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大爆福！跳舞了，来 ，come on， 来哦！我们啊，阿哥阿哥，嘿，阿弟阿哥，嘿，一起玩，一起笑，好运，一起有趣，嘿。